好的，欢迎各位观众朋友回来收看由北美学生网主办的第七届 NACG 北美电竞联赛这个是小组赛啊，今天对阵的双方，同样都是来自这个纽约州立大学，来自左侧的这个一轮游对战右侧的红星啊，这个也是很巧啊，双方都是来自纽约州立大学的，我是今天的解说小姨。我是今天的解说小黄泥。作为今天第一次这个解说啊，小黄，你觉得这个解说这个工作好不好玩？挺好玩的，但是怎么说呢，就是心砰砰跳。好的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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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。那我来看一下 ban pick 啊，这边首先是 ban 掉了上单一哥的鳄鱼，然后还有一个打野毒瘤的寡妇啊。红方这边也是搬到了冰霜女皇和小鱼人，哎，是的，这个冰霜女是比王，较 counter 中位中单的班位啊。是的，对这个中路也是进行一波打压呀。好的，这边蓝色方最后办掉了一个轮子妈，然后反手这个红色方就办掉了一个锤石啊，也是对下路这个钩子英雄进行了一个压制。那么这边有没有可能？这边有没有可能选择泰坦下路呢？但是莫甘娜还在外面啊，现在蓝色方一选，怎么选择？这边是打野先把酒桶抢掉了，然后果然反手这边是把泰坦抢掉了。虽然这个泰坦这个版本9.2被削弱了，但是这边感觉上一把打起来还是很强力的一个辅助。是不是小黄你？是，是，那你快来，你来分析。哦。然后这边红色方选出了人马打野，也是前期带节奏很强力的一个打野。人马在最近这个几个版本不怎么出现了，但是狼头人马的话，还是一个 gank 能力非常优秀的一个打野。这边人马一般来说就是红开，然后刷山洞野，把这个狼头那个鞋子买出来，然后进行边路的一个 gank。看一下蓝色方这边是首先，这边看对面选择了泰坦，这边就是把日女这个辅助也先率先拿下来。这边看了起来是要给中路或者看要给中路或者 AD 一个 counter 位了。哦，这边中路可能要选出来了吧？是非常经典的一个组合啊，酒桶加亚索，非常 OP 的一个组合也是。好的，这边红色方最后一选也是把这个铁男拿了下来啊。这个首先是给上路的一个优先权，然后看到了蓝色方这边是上路没有出来，上路和打野上路和 AD 还没有出来，这边应该是要对上路一个进行一个针对的 ban 了。嘿嘿，不好意思，刚才没有换到这个，没有换到这个什么半选的界面，不好意思。我靠！
好的，这边也是双方开始对上路进行了一波 ban pick，这边是把纳尔 ban 掉了，红色方也是把克烈和剑姬 ban 掉了。那么现在上路可以选择的就不多了。这边可能是认为这个这个叫什么莫德凯撒啊，莫德感情是打中路的，这边也是。最后一手 ban 掉了 AD，这边也是，这边这个 EZ ban 应该是防止这个太灵活，这边不太好抓他。那么现在可以选择的版本 AD 这边，虽然霞和卡莎这边也是小削弱了吧？啊，卡莎是小削，霞是大削，霞的那个 W 削得很厉害的。这边先选掉了露仙，那么下路的手就相对来说比较短了。但是相反来说，如果泰坦能率先这个勾到一个人的话，这边这个也是能打出不俗的伤害的。这边果然啊，果然这个蓝色方就是把这个霞选出来了啊。这么下路这个霞在对线路线这边还是有一定的优势的。尤其是等级起来之后，这个配合上日女的这个控制链啊，这边W 加倒钩也还能打出不错的伤害。那么这个阵容你应该确定下来了，这个不是亚索应该是走中路，然后是厄加特走上路。最后一这手。边中单选出了吸血鬼。那相对于这个酒桶和亚索这种很强势的组合，也是比较灵活和多变的。哎，是的，那这个吸血鬼和莫德凯撒这边也说不太好，到底是谁走上路，谁走中路，看只能进到游戏一会儿看一下怎么走了。但是讲道理来讲，莫德凯撒中路打亚索的话，应该也不难吧。这边的话，我觉得这把游戏就是前期节奏上来讲，尤其是中期，就是25分钟左右时间，还是这个蓝色方比较占优势的。中路这个泰坦加这个中路这个酒桶加亚索这个连招，然后配合上厄加特对一个前排的这个伤害啊，还是挺好的。而且配合上这个后排的输出也有，控制链也有。如果中期这边能滚雪球滚得要足够大的话，这边应该是蓝色方的阵容比较好一点。但是怎么说呢，红色方这边是有两个后期非常强力的存在，莫德凯撒和吸血鬼啊，德善的吸血鬼，这个之前也是给我很大的一个这个震撼后期唯一真神。好的，这边也是来到了2分钟的这个时间啊，那么又是一局一次的这个掐板环节啊，这边也是，有请这个小黄泥这位解说啊，再次说一下这个我们这个各位金主爸爸的这个赞助啊。好的，感谢冠名赞助商豪气冲天不差钱，蜀修 Party 样样全的 JNC 国际暑期学校，蜀修生研找辅助找实习认准 JNC，感谢留学生专属课业辅导平台 GTA 为你的 GPA 保驾护航，感谢专业陪玩平台哥哥电竞，随时随地和大神一起开启梦幻游戏体验，高端的游戏体验尽在哥哥电竞，感谢各位金主爸爸。好的，感谢各位金主爸爸。这边还有1分多钟就进入游戏了。小黄，你觉得这边哪个这个阵容比较占优势？我是偏向红色方吧，我觉得，哦，为什么呢？因为我就是被吸血鬼打爆过，所以对吸血鬼有着莫名的恐惧。是被打出阴影了是吧？好 确实。的。这边如果人马前期能这个做到事情的话。
吸血鬼让前期吸血鬼和莫德凯撒度过的轻松一点，这边后期还是要有很大的保障的，对不对？是的。这边人马带的是疾跑，我觉得我还是比较倾向于他带的是这个，叫什么？狼头啊，不是带着征服者，因为这个人马现在不是可以带两种吗？但是征服者的人马一般都是带一个点燃，就是把自己的伤害拉满的。很专业。那小姨，你是倾向于哪方的阵容更强劲一些呢？这个也说不好吧，我觉得。这边主要还是看双方的中野联动啊。如果这个中路亚索前期拿到人头比较多的话，我还是比较倾向于这个蓝色方的，因为这个第一个这个酒桶加亚索这个配合就很好配合，然后再来一个这个莫德凯撒这个手比较短嘛，感觉这个抓人的机会也要稍微大一些。好的，我们这边也是进入 OB 画面，看一下十位选手都带的是什么天赋文呢？这个人马带了一个征服者，好的，这边也是我这个自己疯狂啪啪打自己脸啊，也是，嘻嘻。嘻嘻。好的，比赛开始了，让我们看看会不会有精彩的一集团呢？行，各位稍稍等一下，我这个电脑好像爆炸了，这边卡住了，卡住了。这边红方打野人马被抓了，酒桶打出一个黑暗收割。好的，刚才也是非常抱歉啊，我这边这个出了点小问题啊，我这个电脑爆炸了啊，这边一个是应该这边也是修好了，欢迎大家回到这个比赛画面，不太好意思，对不起，这边看一下，双方这边是没有一级团发生的对吧，小王你。不好意思，这边这个电脑爆炸了。不好意思，这边是回到了比赛现场。刚才是没有一级团发生的，对吧，小黄你？没有。好的，那么这边双方也是正常，开局啊。这边路仙前期还是很有压制力的，这边是先抢到二级，把兵线压了进去。酒桶这边是准备先刷，双方都是准备先把红色方的三个野区刷完。人马这边也是率先刷完，已经回家做出了鞋子。啊，说到这个，想起刚才被打脸了。这边这个带个疾跑，就是可能是为了弥补这个移速上的，移速上的这个没有狼头这个不足吧。嘿嘿，可惜。这边红色上单吸血鬼直接入侵了蓝方打野的野区。
这边也是看到了酒桶所在的位置啊。人马决定抢一下下路河道蟹，双方这边就是前期都是正常开局啊。中路莫德凯撒前期感觉确实还是挺好打压缩的，这个盾的质量盾也很厚，质量也很高，然后技能也挺好打中的，其实。人马下路想找机会，这边兵线被推进来了，但是酒桶这边已经来到了中路，一波输出，简单的被动打了出来。人马也在后面帮助了对方亚索。哦，酒桶跟莫德凯撒跟上闪现跟点燃，人马成功的拿到了一血。非常漂亮，人马这边很有耐心，等了亚索闪现之后才去踢他，这边而且也是让自己的伤害最大化。上路一波对拼，吸血鬼前期伤害不够的情况下，感觉还也不是很好打这个厄加特。人马这边开始清自己蓝区了，花火啊，这边这个一口气打两个野怪，这就是高级打野的这个能力嘛。泰坦一个勾没有勾到，勾到了这远程小兵。这边日女知道泰坦没有勾，这边换了一波血，泰坦勾好了，这边是打的这个侠一套，逼出了露西安的治疗和泰坦的闪现，这边 TP 交过来，想闪现，但是伤害是不够的呀，这边泰坦又勾到了，但是厄加的这个传送很好的卡住了露西安输出的位置，那这边要出大事了，这边厄加特跟闪现能换再追到一个吗？被你跟闪晕住了，吸血鬼，很可惜。nice 啊，这波是吸血鬼这个传送，的位置还不错，但是后边那个闪现有点太那个，太上头了。吸血鬼才五级，伤害现在也不太不够的。日女又指过来，好，月塔，nice 啊，下路也打出了一波小高潮。亚索这边虽然被刷死一次，但是补刀还是完全不落的。也这边也是要先 rush 这个，先出这个攻速鞋。而且刚才那个吸血鬼那个 TP 嘛，这是兵线没有完全推进的情况下就 TP 下去了，所以吸血鬼这波是很落了大概两波多的兵吧。但是反观厄加特这边刚好回到家上，大概掉三四个兵。这边能吃到很多经验，上路这边可能要拉开半级到1级左右的经验差距了。中路进行对线，亚索中路。一波换血啊！这边是酒桶来下路一个大招，可惜啊，非常可惜。但这边泰坦应该是要交代了。人马来到，人马有6级，这边还有大招的一个大招啊，直接撤退啊！这边也是，但感觉如果大过去的话可以杀的。那这边这个大招没放好的情况下，可能要跑了。这边还打算反打吗？哦，那这边日女这个大招也没有很好的晕，太阳药丸没有晕到的路线啊，这边也是交代在这里。
人马看一下人马的动向，这边是，吃个果子，这边可能是准备直接开风龙了，因为这个打野是人马嘛，风龙对他来说还是一个很大的伤害提升的。而且这边双线是吸血鬼加这个莫德凯撒，这个风龙也能很有效的提高他们跑线的能力。酒桶上路来抓，这边血鬼一个非常灵巧的 W 躲过了这个肚皮撞击啊。莫德凯撒1-0，莫德凯撒这一边是打出了被动之后，得理不饶人啊，这个直接给这个亚索消耗成了半血。日女也是想勾，但是刚才兵线太多了，勾到了感觉不是很好打得过。这边刚才回城地方是有视野的，打断一下。蓝 buff 的一个红色方的针眼看到了酒桶的动向，人马这边果断选择反一组六击。这边打野上来讲，还是前期人马做到的事情比较多啊。但是好在的是，这边霞是有3个人头的。酒桶这边来了，这边一个经典连招，但是这个莫德凯撒直接一个大招拉到了这个酒桶，直接给酒桶打死了。亚索这边逃跑，风没有吹到，厄加特是不在的。这边吸血鬼包了过来，交闪现，把吸血鬼要送给人头送。人头还是那个凯撒的，好，打扰了，点燃还是强。确实。这边霞3-0，兵补兵上也压了20刀左右啊，感觉这次回家看一下身上有个900块钱，这次回家可以把这个西兰刀做出来了。这边酒桶好像也是意识到了这个中路好像也没有机会了，这边选择来到下路进行一波 gank，日女一个闪现，啊你，我这边也是路线很灵巧啊，这边也是反应很快。上路打起来，吸血鬼现在的装备完全不支持跟这个厄加特打啊，完全伤害打不过厄加特。厄加特这一边是直接开大招，拼了起来，伤害够拉死吸血鬼的话，这边是一口气吸了回来。哇，厄加特这个 W 伤害是真的高啊！这边一个闪现跟上，单杀了吸血鬼。酒桶中路不屈不挠，这边莫德凯撒是没有大招的，这边直接来抓酒，人马也赶到，人马身上有大招，一个大招恐惧到2个人，酒桶直接被杀死。啊，下路这边也打起来了，这个这边霞是这位塔下。被敲起来了，但是伤害不够，差一点点。泰坦一个闪现普攻没有勾死，这边是勾死了吧他。没有，啊，勾死了。这边节奏也是非常快啊，突然三路都开始打架了。打到最后，这个反而打成了7-7，经济现在也只差400块钱。不愧是啊，对，忘记跟观众朋友说了，这场比赛是 L 组的这个同为这个华盛顿州立大学，纽约州立大学，纽约州立大学的两组，然后互相也都是认识，两组积分都是6分啊，谁赢这场应该就是能晋级下一轮32强。厄加特追着吸血鬼打。吸血鬼这边没有大招，感觉也，这边还是主要发育为主吧，后期肯定是吸血鬼强。厄加特这边想越塔强杀嘛，
但是吸血鬼这边一个血池给厄加特直接反杀了。13分钟，酒桶这边想再抓这个莫德凯撒，这边一个大招大飞，酒桶一个一闪，闪到了这个莫德凯撒，但是伤害不够啊，这边有点可惜啊。酒桶这边因为装备前进也不太好吧，这边莫德凯撒只差一丝丝血就能杀掉，这边也是没能杀掉。感觉小黄泥这个这两把预测的都挺准的嘛，刚好哪个队哪个队就是有暂时的优势也是。可能这就是女人的第六感吧。是的，这必然是女人的第六感。这边也是打下峡谷先锋。蓝色方这边也是选择了开水龙。水龙这边也是，这边线上有点难打这个亚瑟。然后这边也是选择给亚索拿下一条水龙，亚索这边也是第一件选择出了这个智慧默认啊，这个某这个钻一玩家跟我说过，亚索这个智慧默认回选效果很强的，我也不知道是不是真的。侠这边西兰刀和工作鞋做出来。也是对着泰坦移动输出，但是感觉伤害也不是很够啊。这边酒桶要下来想来长拆下塔，莫德凯撒这边选择回防，一个大招，这边应该是没机会了。这边这个路线直接开大招啊，太阳日班是把莫德凯撒定住，然后酒桶一个大招就给他炸跑了。厄加特传下来，这个伤害够打死吗？这边是不够的。哦，厄加特非常灵性的一个这个台啊。那蓝方对下一塔是势在必得。下一塔我今天必拿。这边吸血鬼是没有传送的，吸血鬼没有传送，这边不太好防守的。那这边有没有可能继续推进呢？这边是打算继续推进啊，但是守兵不够了，亚索被拉进去了，人马冲了过来，但是吃了一套很多的伤害，感觉打不过了啊。这边莫德凯撒也是一个人杀掉了两个，伤害差一点点，人马一个大招冲死了这个侠，剩下厄加克大战这个下路双人组，还好这个泰坦勾到了啊。不然这个路线可能要交代在这儿。17分钟，经济咬得很死啊。这边是经济差不到2000，现在这边来讲就是莫德凯撒比较和打野人马比较肥，然后那这边感觉胜利的天平在慢慢向红色方倾斜啊，因为这个吸血鬼随着时间的增长会变得越来越强的。好的，那么这边也是陆先说下路这边卡了，那么行，大家稍事休息，我们马上就回来。喂，说的挺好的。没事，你说就行，不会有人说你的，放心。看一下，我刚才电脑爆炸了，我也不知道有没有人。
现在有个几个人吧，五六个人吧，可能没事儿。就杠上 pause。音响的。好的，这边也是欢迎大家回到比赛啊！这边雷欧娜刚回来就是一个大招甩到了吸血鬼身上，没有甩到啊！这边也是小龙这边下一条是桶龙，还有1分50秒刷新，上路也是拼起来的啊！是双方两个比较肥的点最拼。这边看上来讲的话，哦，这个厄加特这边一个闪现躲了一个莫德凯撒的 Q 反杀了，nice 啊！这波很关键啊！这波中路这边是抓死了泰坦，日女这边是想杀露西安，露西安交出闪现没有死掉。这边上路红方打野选择直接放下补前锋，亚索也是迫不得已回城，亚索上塔。这边是上路二塔换中路一塔，总体来讲还是不亏的。经济差距稳定维持在2000。哦，人马这个走位看来是要遇到酒桶了，这边想摊一个野怪吗？但是这边是已经被包了，他还不知道。人马选择了一个非常聪明的逃跑线路啊，哎，这就是我的逃跑路线。这边也是中路三人合体进行一波推进，但是蓝色方的防守很及时啊，这边也是来不太及，吸血鬼拿掉蓝 buff，这边应该是准备在这波是要土龙要打了，这边从这个站位来看，土龙红色蓝色方也不打算放，这边侠的装备已经是出好了2件套，西兰刀和暴击剑都做好了，这边誓死一搏啊。侠这边对位经济已经拉到了3000啊，就是双方经济差就是在中路和这个 AD 身上，基本上就是，还有酒桶，这边已经打起来了，这边双方都是对着辅助动手，莫德凯撒一个大招拉进了辅助，这边伤害够把辅助杀死了吗？差一点点，这边还是杀掉了，
但是厄加特一个大招是压了起身，把中路直接换掉。亚索这边一个风吹起来，三个人，吹起来三个人，但是这边好像还是打不过。哦，闪现一个普攻打死了，哇，这波亚索立大功了，小黄牛这边也是是一个风风吹起来，吹得非常的好。这边一个风吹起来三个，大起来三个之后，一个闪现，首先拉开身位躲了人马一个 Q，然后一个闪现 Q 加普攻，也是把人马成功收掉。这波直接把气势打回来了，还是拿到了土龙。经济差，原已经拉回来了，啊，一现点在都已不经差，压了经济，对，没现错。在一点都不差了。厄加特这位玩家玩得很好，这个几次大招打得都非常棒，已经连续杀这个对方中单最肥这个点2回了。酒桶，这几波团战下来之后，也是成功的补到了自己第一个核心装备中亚。人马这边也是血手，这边人马还是没有把这个打野刀合起来。厄加特换到下路去单带，亚索也是在上路单带，这边应该是也不着急啊，应该是双方感觉都有点想把节奏放缓下来的意思啊。这边，红色方是打算让这个吸血鬼装备补一补。但是吸血鬼这个下一件装备是准备出推推棒嘛？那伤害就算下一件你做出来了，伤害还是不够啊。我看一下这这边，边为你开出了一个非常完美的大招。哦，这边是差一点点，哦，最后一个点燃是把酒桶换掉了。刚才这边是蓝色方靠着一个非常完美的视野优势，这边是找到了一个4包2的机会。厄加特得理不饶人，对着吸血鬼就是输出，人马这边也冲了过来，那这边厄加特应该交代在这里了。大招也是没有拉到吸血鬼，吸血鬼这边交了中亚，路线这边想防守啊，但是队友都不在啊，这边是被亚索也收掉了。那这边中路和 AD 去世的情况下，这边想继续推，但吸血鬼想绕后，吸血鬼是没有大招的。撤退的时候顺势收一个红，下条是水龙，还有2分钟刷新。这边感觉，人马的感觉有点挡不住这个对面双 C 的伤害了。这边亚索也是补到了暴击剑，经济差距也慢慢追了回来。虽然还是有个1000块钱左右经济差吧，但是我觉得红色方现在需要考虑的是怎么样找到一个单抓的机会，因为陆仙这个经济的话，想追上霞已经是不太现实的，而且这边还有很大的补刀差距，我觉得这边一定要找一个机会单抓到1到2个人，然后打掉一个大龙，这样才能有翻盘的希望，对不对，小黄牛？小姨说啥都对。啊，别吧。厄加他这边打蓝，这边是吸血鬼，是情急之下一不小心摁到了中亚，也是中亚劝退。红色方的视野布控的非常好，这边是大龙中路周围的视野都是牢牢掌握在红色方这边也是。
这边侍女想抓，没有纸道。我先回到中路去收一下兵线。你觉得下一波红色方会不会接这个水龙团啊，小黄？我觉得会的吧，他们已经开始打已经了。开始打了，这边是没有视野啊，这边直接想把这个水龙抢下来，但是鳄鱼他不想放，一个人冲进来了，但是这边红色方四个人先赶到了，能顶住吗？还是挺肉的啊，伤害不够，这边还直接被打死了。这边是可能瑞加特跟这个队友有交流，有点失误啊，这边来的也不是很及时。哦，蓝色方这个 ping 的意思是想 rush 大龙吗？这边是一条土龙的，而且侠的伤害非常高，三件套的侠，我这边打这个龙也太快了，这边已经剩6000血。人马来得及赶到吗？这边人马如果直接没有大，来不及了。这边直接 rush 掉，吸血鬼也没有大招。这边想留人，莫德凯撒一个闪现拉到了两个，然后一个大招框住了亚索。亚索这边一个 EQ 连招被莫甘娜的。这边还是留到了一个辅助啊，看现在亚索能不能逃跑。感觉也不是很好跑，亚索伤害很高啊！哎呦，直接要被秒掉了。吸血鬼这边也是被哥加的大招所成啊恐惧，这边泰坦也是走到了三个人中间，不知倒地。厄加特得累不饶人，追着吸血鬼一顿毒打。那么这边损失三员大将的情况下，上路高地可能要被破了。亚索这边也是挑起了吸血鬼，哦，路线一个大招，差一点就把亚索杀掉了。人马一个冲了进来，没有恐惧到亚索，亚索闪现逃跑。这边日女一个大招是敲晕到了这个泰坦，泰坦一个大招敲晕两人。但是现在这个莫德凯撒拉人已经单挑不过了，人马冲了回来，杀掉了雷欧娜。双 C 这边。状态不是很好，厄加特一个大招拉到了吸血鬼这边，厄加特太肉了，这个正面输出完全打不动厄加特。路线一个 W 九捅一个，开了一个中亚躲一下伤害，最后打成了一个二换三啊。这边三个人想继续推进吗？中路来破一个中路二塔的，中路的那个高地。亚索这边也是复活，直接来到下路。哦，这边想直接一波嘛，这边是，厄加特推塔好快啊，这个，泰坦6秒复活，吸血鬼5秒复活，这边可能挡不住了，这边不打就要没了呀，人马冲了进去，伤害不够，下一个大招规避了一下伤害，这边是路线想来抢秒侠，没有秒掉，侠最后还是倒下了，但是厄加特这边已经疯狂的拆塔。亚索这边被拉进来，但是炮车最后是把基地点掉了。那么这边还是恭喜一轮游，最后，拿到了比赛的胜利啊。好的，看一下这个赛后总结啊。啊，全场伤害最高还是这个侠啊，前期这个侠的人头也是
给了很多啊，这个侠这个经济上领先路线太多了，然后最后还是不负众望啊，没有埋达这么多钱啊，也是带领着队伍赢下了本局比赛。好的，那今天的比赛就到此结束了。那么感谢各位观众的收看，让我们明天有比赛，明天这个同一时间再见。拜拜。